星期五了，赶快来关心天气。昨天跟今天其实天气都不错，非常的温暖舒适。但要提醒大家，北部跟东半部又要变天，主要因为东北季风又要增强，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。至于在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，偶尔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。只是整体来说，天气不至于太差。在中南部的平地，其实还是多云到晴。但是今天晚上在花东一带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了，不排除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。预计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星期天。温度方面，北台湾高温略降一些，今天大概在23、24度，其他地区变化不大。花东的高温在25度，中南部维持有28、29度。只是今天需要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差了。在新竹以南县市，可以看到都是非常红的一片，就是比较这个严重的红色警示。而北部呢，也是橘色提醒，空气品质都很糟。也提醒大家，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。